一旦两个人谈起恋爱，就想着一起能够穿着情侣装出门秀恩爱了呢。让我们来看看12星座的专属情侣装是什么样子的吧。狮子座，狮子座的专属情侣装主基调是蓝色的，简单大方，非常适合上班的时候去穿。狮子座就算是秀恩爱也要保持工作效率哦。水瓶座，水瓶座的专属情侣装非常居家哦，给人一种朝气十足、活泼可爱的感觉呢，舒适简单。处女座，处女座的专属情侣装是简单单的条纹装，经典百搭。处女座的强迫症也不用犯了，嘻嘻。双鱼座，双鱼座的专属情侣装主基调是白色的，虽然简单，但是非常浪漫，就像王子公主一样呢。天秤座，天秤座的专属情侣装颇有波西米亚风格，给人一种在海边悠闲逛着的感觉，自由自在的呢。白羊座，白羊座的专属情侣装非常时尚大气，简单的几何造型，但是给人一种非常有气势的感觉呢。双子座，双子座的专属情侣装真的是属于精心搭配过的一种，华丽大气，让人移不开眼。射手座，射手座的专属情侣装给人一种嘻哈风的感觉，夸张的图案吸引人眼球，但是非常好看呢，厉害了。摩羯座，摩羯座喜欢温馨甜美的东西，所以他们的专属情侣装也是舒适大方，给人一种家的感觉呢。巨蟹座，巨蟹座属于气质女神，做事情总是能够非常有条理。巨蟹座的专属情侣装是纯色的套头卫衣，青春洋溢的感觉呢。天蝎座，天蝎座的专属情侣装就是一副俊男靓女的感觉，天生一对，走到街上超级拉风呢。金牛座，金牛座的专属情侣装给人一种刚走出社会的少男少女的感觉，没有经历社会的浸染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